那不勒斯主帅安切洛按上变阵，他在近十场比赛中直接推出了十套阵容，一共有21球员首发。在上赛季萨里的之下的那不勒斯以阵容不变而闻名，而安切洛恰恰相反，以变阵而闻名。对阵萨索洛的比赛阵容是那不勒斯在十场比赛当中派出的第十套阵容，奥纳森是球队本场最大的惊喜。本场比赛他成为了球队本赛季在联赛和欧冠第21位首发出场的球员，但事实上安切洛蒂此前在皇马和 AC 米兰期间也不喜欢轮换，喜欢变阵是在那不勒斯才出现的。关注安帅为什么喜欢上变阵，大家可以关注大众体育微信公众号，我们公众号每天都会推出免费的精彩推荐，下图是我们公众号今天推出的精彩推荐，关注公众号许悦。